农会你好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大姑都缺货了。年节到啊，想要买香菇送礼，也是家己用的电话，不断敲一摆去地乡农会，只是农会员工的回答拢是同款，就是欠货。香菇真的买袂到吗？尤其是送礼市场需求量上大的大粒香菇，找规半工以后，真正就只剩只的。大姑就剩下这几包，其他拢无啊？是。多久以前就没有？一个半月前。伊地方农会今年咧销售咱的大瓜的时阵，会发现着讲，咱的大瓜真的真欠货啊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吼，气候的异常，和咱的香菇的产量拢一直减少去。差不多是十外年前，咱香菇一届会使种到五六水、六七水，会使收六七水，但是即摆咱的农民拢收到第四水，差不多香菇包都拢烂呀。实际甲香菇鸟看卖，真正已经无香菇啊！农民换上新的太空包，为新的产季开始准备。农民表示，今年香菇欠货真正特别严重，有钱啊都爱排队用抢的。哦，差有影咧，差要几半咧。啊，今年还好有特别严重。嘿，今年特别严重。即摆人的巷口也是讲啥拢起啊，像安尼拢得顾杯啊机啊。随打人就随买啊。事实上，近年来因为太空包品质降低，香菇产量早就大量减少。加上去年政府追查走私大量香菇出现明显的效果，走私香菇大量减少，嘛造成国内生产香菇供不应求。台湾本身失收啊，失收啊，咱的政府算讲的肉菇有在抓，啊，就较就变作咱台湾欠货安尼啦。今年比较气候先较烧热，啊，买来先。落雨啊，果我即个目前较细粒，啊，即个唔知后日看，几耐先看安怎先，才知讲到底大粒细粒安尼啦。看农会放香菇的仓库，不但数量剩无济，而且全部拢是细粒香菇。年节市场需求量上大的大粒香菇，现在是有钱嘛买袂到，就算有，市场价钱嘛起了将近一倍。溪地乡农会表示，现在想要买香菇，只剩一般讲的丽蛙菇这种细粒香菇，而且数量无济，想要买嘛都爱趁早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